你对胡歌结婚怎么看？这我真的为胡歌感到非常的开心。你不开心？就是没有，我就对我认识老胡很久了，然后知道这个消息，我跟大家一样，都在家都非常开心啊，就是找到一个另一半，然后到人生另外一个阶段，他有不同的体验，也有跟我分享他的欢喜啊。你想体验吗？所以当然我也给他开心啊，我的感想就是我也很开心，我现在我开心啊，你不要闹。现在是娱乐圈唯一的留守儿童了，对。没有吧，我也是张，你不是留守儿童在这儿。说说大家老是喊老公老公的，就是我不知道黄月你自己怎么看待大家对你这个昵称。喜欢他我不是，对，我当然感谢啊，就我也赶快要，我其实这个不是有，我也没有去特别去安排啊，就是顺其自然，随缘，而且我挺享受现在的状态，然后有时候要单身也是可以做很多比较没有那么多压力的事情啊。有什么压力呢？这是我习惯，有什么压力呢？这如果是有另外一半的有压力，你的意思是有另外一半的很有压力？可能有，要为对方多想一点。对，因为有领导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可能像如果你看，如果随便辞职。他是到人生另外一个阶段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是有点对我来说未知的，现在还不晓得，可是顺其自然，有时候碰到就碰到了，对不对？我支持。好，也祝你幸福。谢谢你啊，我们青岛姑娘就是特别爽朗哈，上来就问，直接想问干货。不会，我都忘了问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怎么讲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最后一点时间，再来一位吧。